何总，梁秘书，记一下，迟到十分钟罚100块。好的，何总。何总，梁秘书，记一下，迟到三分钟罚50。何总，我什么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 请进。何总，我觉得您最近对我的惩罚是不是太苛刻了？我想能不能申请一下，对我的惩罚不要那么重。你最近总迟到，是不是太累了？是有点。太累的话，从明天开始。 不用来上班了，啊？何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你妈妈生病住院，不是需要人照顾吗？何总，什么？后来的母亲因为最近呢生病住院了，看到每天晚上都要去照顾她生病的母亲，所以呢才会频繁迟到。我觉得我们这样罚她是不是太重了？ 难道你不知道制度对公司的重要性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何总。这样子吧，该罚的还是要罚的。你下个月多发1000块的绩效奖给他，算我的，去忙吧。浩然啊，你明天出差帮我办件事，我要你24小时。 守在阿姨身边照顾她，直到她出院为止。不是何总，可是什么？工作再忙都可以往后推一推。现在父母老了，不要让我们的孝顺迟到的太久。何总，去吧，去交接工作吧。谢谢何总，谢谢何总。